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历届考题赏析。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两个独立母体平均数差的信赖区间。这个题目是台科的公馆的考题。那么我们看看题目的内容。这是他给我们了两笔样本资料，那么都来自于两个常态分配的母体。 而且他告诉我们说，它的 mean 啊，mu one，mu two，它的 variance sigma one 平方，sigma two 的平方。那么现在这个资料给我们了，现在要叫我们算什么呢？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，mu one 减 mu two 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。而且他也先做了一个假设，假设什么呢？母体的平均数是相同的。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我们把信赖区间先列出来。信赖区间是这样子的：左半边 x one bar 减掉 x two bar，再减的，这是减的，它是百分之九十五，那就是零点零二五。那么这是 t 值，如果说是大样本，那就是 z 值。 还是乘上什么？还要再乘上这，因为它的这个是两格的部分，而且它相等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标准差啊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p u l l 的，就是要去做加权。然后这边是 n one 分之一加 n two 分之一，1, 这个在前面假设检定的地方我们都有用到。这是左半边。 那么右半边呢，一样，只差在哪里？只差在它是加的，这边是根号 n one 分之一加 n two 分之一。1 好，我们这边写完了以后，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做好准备。这个 SP 我们需要准备，SP 是多少？SP 它是一个加权的一个概念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它其实并不麻烦。这边有 n one、n two，所以是我们先把它的公式先列出来：n one 加 n two 减掉二。 自由度，一个是 n one 减一，1, 一个是 n two 减一，1, 合在一起当然就要减二了。那这边是 n one 减一 s one 的平方加上 n two 减一 s two 的平方。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带进去，这边是 n one 加 n two 是呃两百七十五。 两百七十五减二的话就是两百七十三。那这边上面这个是自由度，二十五减一是二十四，二十四乘上 s one 的平方，这边是一九六。我用刮胡好了，比较清楚。这边的话呢，n two 减一是两百五减一二四九，再乘上，这是一六九。 来，这个计算一下，这个要计算一下。这边是二七三，二四乘上一九六是多少？四七零四。二四九乘上一六九是四二零八一。好，我们计算一下，二七三分之。 四六七八五，一百七十一点三七，37,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它的一个加权的一个 SP。那么现在它要我们算什么？它要我们写出它的呃信赖区间。那我们就写出来吧。重点是 x one bar 减掉 x two bar 是多少呢？是十。好，我们写左边十减掉。 t 0.025，这个 t 表我们查不到，怎么说呢？这个 n 万这自由度太大了，我们就直接用什么取代？用0.025的 z 值取代，那就是1.96了。乘上这个是 sp 的平方，那我们要开根号，1.71.37乘上 n 万，n 万是。 这是二十五分之一，25, 再加上两百五十分之一，这是我们的左半边。我们来写右半边，右半边是十加上一点九六乘上根号一七一点三七，37, 再乘上这是二十五分之一，25, 再加上二百五十分之一，这是我们的右半边。那么。 计这个就是剩下就是我们要靠的是计算机的功能了。这边的话的计算非常的麻烦。那么我们算出来，这边是四点六一七九，右边的是十五点三八二一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如题目所要求的，他要去找什么呢？他要找的是一个。 n 1减 μ2 的百分之九十五的 confidence interval 就是它的信赖区间。